等着我割破了。哎，咋了呀？叫玉米。淹死了，难弄的伤口什么？有用吗？有用，它止血呢，它止血效果好。哎呀，我天！谢谢。还有这种办法？这个淹死止血效果还真好，它不流了。哎，继续干，这点小伤不算少。还是用手剥吧。